在智慧城市的场域之中，最好用的一些感测器，不管是挂在地面上的，或者是我们利用无人机的方式，非常的快速，我可以取到整个这个都市里面，或是某一个特定的面积里面一些特有的讯息。在过去，无人机用来拍照，无人机用来拍录影，现在更可以透过比较大型的无人机，像这一台一个89度无人机，它可以在比较精密的，或是比较贵重，甚至比较重量比较高的一些好的感测器，比如这一台感测器，它可以透过NIR 所谓的一个近红外光的一个方式，去演算光谱的反应，推断出这个地方的一些温度，甚至热感应的一些状况。所以我们会知道，整个这个摄影机所拍出来的这个荧幕里面，每一个点它现在目前的一个光谱反应，及它的温度的一个状况。在这一次的 COVID-19 的疫情之中，我们也善用了这一台，我们去了解在一个大面积的范围里面，每个人现在目前有没有一个温度比较过高的一个状况。我们也同样用这一台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个都市现在目前有没有受到热岛效应的影响，那这些天的天气，什么地方，甚至它的一些排放物，空气的污染，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么好的一些仪器的方式来了解整个都市的变化。这些都是所谓的智慧城市里面最好用的一些仪器与设备。在智慧城市的场域中，在过去的时候，我们是看 2D 的平面的资料，现在我们可以透过 3D 的方式，那 3D 的方式怎么样让每一个人可以进到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可以透过这种虚拟实境的一个方法，让使用的人进到虚拟实境的环境里面，可以看到整个附近的场景，那以及这里面知道它的一个坐标位置，小的这个场景里面每一笔的资料代表什么意义。这个就是智慧城市里面我们所在带领各位进到这个场域里面去，真正看到场域的 3D， 看到场域的状况，可以分析里面的所有资料，达到智慧城市的一个最高的境界。